大家好，我是阿兰啊。今天进山里面的天子来听放牛的村民说啊，现在里面的鱼起头非常的多，用抄网就能捞得到，而且鱼非常大一条。现在我就带了一个抄网，等一下我们进去看一下能不能捞上几条，走吧。好像看到那里有人在打捞鱼吧，看到好像是两个人，不知道我今天是不是来的晚了。这个天池里面大概有，应该有个两三百亩吧，我们去看一看他们搞到什么鱼。哇，看一下下面，吃了成堆的鱼在下面呢，大大小小都有。那里看到一条鲫鱼，蛮大的，直接开捞。鲤鱼啊，我还以为是鲫鱼。这些鱼死的太可惜了，太多了。又捞到一条，这是鲤鱼呀，非常的瘦啊，连续捞到两条了，都是鲤鱼。看一下下面这里死的这鲤鱼更加大，没人要这鱼，估计是太山了的问题吧。看一下这些鲤鱼苗，看一下山里面的这些野生鲤鱼，像这些鱼都是快不行了的，是缺氧了的问题吧，大概是。然后死的这些都是罗非的多，因为罗非过不了冬，天气太冷，罗非全部会死掉。但是下面这些鲤鱼死就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太可惜了。现在我们到别的地方去，把这两条鱼拿到那边还有水深一点，去那边放了吧。然后这里面大大小小的鱼，鲤鱼、鲫鱼、鲶鱼都有，但是死的太可惜了。要是等到涨洪水的话，那就好了。前面有一个最深的坑就在前面，鱼也是特别的多。这个地方啊，村民说就是前面这里鱼起头特别特别的多，而且很大一条。我们去看一看。哇，就下面这里了。哎呦，刚才看到大鱼了，这成千上万的鱼在水面上起头。
刚才是看到大鱼了，因为我站在这里可能看到影子，哦，刚才那两条鱼已经放下去了。他有些怕，我们在这里蹲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啊看得到。因为说的时候，因为镜头那时一说，然后鱼就下去了。我们蹲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大鱼起来，还是我眼花了？应该没有眼花。看一下，等一下能不能捞几条？这些不知道是什么鱼，罗非还是鲫鱼？密密麻麻，垃圾不都叠成满格格的？哇，刚才在镜头里面看啊，好大的鲤鱼，还有鲶鱼也看到。鲤鱼估计有几斤重啊？鲶鱼估计上斤了，还是一斤多这样子。可惜了，今天没有带这个鱼竿过来。啊，村民说直接用这个抄网都能捞了，我就说不必要了，直接拿抄网就弄上来了。哇，心里面太激动了。现在我们过对面那里去守一守，看一下它再起来，我们就用抄网直接捞。
一条没有捞到。这鱼太聪明了，我一来到这边，它就全部到那边去了。我在那边，它又过这边来。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多深啊，有可能啊、很多网友就想到拿抽水机过来抽。这个地方下去估计有上百米了，跟你说啊。刚才看到大鱼，但是现在说话声音，然后大鱼又是下去了。现在就看到水面一层密密麻麻的这些鱼，应该是罗非还有鲫鱼。看一下，一拿抄网起来，它就马上往下跑。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，那几个是钓友啊，他现在不钓了，他钓到了鲫鱼还有这个鲶鱼，他准备出去了，他不想出境，借他的海港过来用一用。等一下我们放下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有多深了、啊。他在里面钓出来，然后准备来这里钓，然后，他说这里太深了，一个人啊、有一些怕不敢钓。现在鱼又是起来了，好，现在开始放下去，看一下有多少米深。现在到底了，看一下这个胶丝差不多放完了啊。看一下这种地方钓鱼是不是有些可怕。哈哈厉害。看一下恐怖吧，这种地方水通往地下河的，所以现在鱼全部归堆在这个地方。平时来钓的话，要手应该能搞到大货。看都看到这么多大鱼起来，现在他们也出山了，他们钓了有几条鲤鱼，还有这个鲶鱼。看来我今天是捞不到鱼了，杆子又没有带过来。我也出山了，那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